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张帝俊，但是呢，我现在只能算是一个代主唱，或者说是代主唱，因为原定的主唱嗓子废掉了，所以说我现在接替他的位置，然后他代替我，原定我是节奏吉他，现在他代替我帮我弹吉他。icebreaker 里面还是有很多强人，所以说作为主唱，我还是没有毫无优越感，而且压力很大。我只希望能尽我一点自己的努力，把大家，能让 icebreaker 走得更远一些，让大家然后带着自己的爱好，然后在大学这段时间里面，然后在音乐陪伴下过好自己的生活，这是我们想要的。